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木栅三立汽车，今天帮大家介绍这一台2014年出厂、2015年行驶的 Honda Civic 九代小改款，新车79万9，现在我们只卖42万8哦。Civic 的历史呢，卖的最好的呢是从八代开始，九代是 1.8 轿车的最末批。那大家来看到这一边，就是它的蜂巢式的水箱的护罩哦，这是小改款才会有的。大包呢是Monduro大包，也是一代原厂选配的哦。然后它前面是 HID 头灯以及前雾灯的设置。好，再来看它的铝圈是2555R16的米其林原厂铝圈。然后一样是有做后视镜指示灯的设计。好，大家来看它的后车厢哦。它上面呢一样是有它原厂的防水踏垫，然后下面就是它的备胎的设计。接下来就是这台 Civic 九代的内装，它目前是跑139389公里。它上面的部分呢就是它的油耗值以及它剩余油量可跑的里程。好，再来看它整个它上下的仪表板的设置，其实这自从八代延续到现在都还非常的前卫哦。那上面的部分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定速的功能哦，然后它左边就是它的音响快播以及它的行车资讯，资讯都是从这边去做设置的哦，都可以从这边看。快播换挡的部分也是最顶级才有的，然后接着就是它的中控台，然后这边是它的恒温，然后下面的部分呢就是它的排挡杆，它是做无段变速的哦。一样打 R 档的时候呢，前方会有倒车嫌疑。好，然后上方的部分就是它的 Eco 节能模式，然后下面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循序防滑的按钮。好，左边的部分呢就是它的电动折叠后视镜。好，再来看它这台 Civic 九代的引擎室，它一样是做四缸自然进气的哦，然后一样有经过 ES 第三方认证。今天帮大家介绍这一台 Honda Civic 新美九代，2014年出厂，2015年行驶小改款，新车79万9，现在我们只卖42万8哦。有喜欢的朋友，欢迎来三立汽车赏车，我是三立汽车小郑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